哎，昌哥，这个我不要了，你还拿回来干嘛？我女儿不是垃圾，怎么可以说丢就丢？你要你就拿回去吧，别挡在这里妨碍我做生意。什么妨碍你做生意啊？现在连只鬼影都没有。就是因为之前放了他，所以现在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哎，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。